嗨，欢迎来到每篇，这里是一个唤醒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帮你懂自己，爱自己，经营亲密关系，化解情感危机。欢迎订阅与13万独立女性一起做更好的自己。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喜欢安静的女人一般都有这四个优秀特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安静是一种舒服的状态，亦是一种从容的心境。喜欢安静的女人不争不抢不卑不亢，即使平时话不多，但身上优秀的特质散发的迷人气质依然令人过目难忘。喜欢独处，一个人安静且自在。有句话叫内心宁静之人心中必有山河，喜欢安静的女人大多享受独处，不愿意被人打扰，也不愿意打扰别人，不擅长社交和应酬，也不喜欢成为别人目光的焦点，情愿舒服地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去人很多的聚会。他们将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比起一群人的热闹喧嚣，更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享受一个人安静自在的生活。有时候安静地看着窗外发呆，思绪随之飞走，把自己放空，却乐在其中。有时候坐在阳光洒落的地方，一本书，一个安静的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简单又美好。独来独往，清静悠闲，从不羡慕谁，也不依赖谁。尽管看似高冷慢热，有些孤单，却只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不露声色，有一颗通透的心。喜欢安静的女人，温柔而聪慧，虽然话少，却往往心如明镜，人淡如菊。正是因为懂得沉默的智慧，也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所以大多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静静的聆听，不会草率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心智成熟，内心很强大，就算遇到事情也会心情不露于声色，心思不露于言语。而且通透达理的他们大多都有一颗慈悲友善的心，更能够体会到万物的灵性，感受他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会斟酌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会口无遮拦说一些伤害人的话，也不会拐弯抹角在背后说人闲话，做事不浮不躁，恬淡从容，从来不会强求些什么，也不害怕失去什么，一切都顺其自然。这样的女人虽然平时不声不响，佛系而随性，却在不露声色之间比谁都看得清楚，比谁都活得明白。做事专注，不随波逐流。一书曾说，做人凡事要静，静静的来，静静的去，静静努力，静静收获，切忌喧哗。安静的女人通常思想上比较独立，很有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跟风，也不会放任自己随波逐流，内敛中蕴含着力量，有着坚韧的风骨，也有热爱生活的态度，即使面对浮华喧嚣，也依然能坚持自己的初心。他们做事专注而执着，有时候甚至完全忘我，忘记时间一坐就是好久，或是全身心沉浸在一本书中，或是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又或者用心钻研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在他们看来，少说话，多做事，不仅能提高效率，还有助于自己理清思路，集中注意力。而安静的独处更是一个和自己对话，净化心灵的过程，可以静静地聆听心声，让自己变得更好。从不张扬，却自有光芒。有人说，一个女人最美的样子就是一身静气，满目清光。安静的女人好似一汪春水，沉静而优雅，美却不自知。尽管平日里很低调，从不张扬，但身上散发的光芒却让人难以忽视。在她们周身的气韵中，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温柔淡雅的气质，弥漫着一股恬静的香气。都说认真的女人最美，的确，尤其是当她们专注于一件事时，自信的姿态，专注的神情，总能在不动声色中攫取人们的吸引力，让人挪不开眼。这样的美与长相无关，与年龄无关，关键在于内心。
这或许就是安静的魅力，朴素简单却舒服自然。林徽因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地坚强。余生愿你做一个安静而丰盛的女人，有理想，有追求，有生活，有态度，静待花开，静看花落，慢慢欣赏人生的风景，亦能绽放自己的精彩。本期文章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守候。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请把文章分享出去，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同时，为了更好地和粉丝互动交流，我们在脸书也创建了公共主页，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订阅即可。每篇主创阿豪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阿豪精力有限，会优先处理脸书的超级粉丝，期待与您在脸书相遇。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